9层，10层，这还是2层。就是在我们出任务回来的路上的车上，因为全都是在户外嘛，就是非常空旷的地方，风很大。然后我们在进行核酸检测的时候，风又大，会很凉，很快就是我们的手就已经没有知觉了，然后它就会带的全身都凉。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带的棉裤都套在身上，然后再把外裤套在身上，从外面再套上防护服。当时是不算外套是8层，因为那个外套是双层的嘛，一共是10层。我觉得我们还好吧，比起他们当地人来说，我们不是最辛苦的。他们有的时候一晚上都捞不着睡觉。当时我们去哈镇的时候，给我们带队的大概40个小时左右没有睡觉了，就是很辛苦。我们能尽的力其实是有限的，但是很想能更多的帮助到他们。感谢支持，让我们生活。